溯源中心呢，实际上是用公共规则解放了数据资产，让企业把安全的把数据资产发布出来，在溯源中心内部进行数据的流通和应用，全程可追溯，安全放心。这样呢，在溯源中心内部做数据的集合、整理、输出，为企业提供服务就非常的便利。这样呢，在这种机制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难度就降低了，然后企业互联的成本也降低了，那数据应用的这个广度也变大了。U 柱的那个平台的企业啊，跟个人，你就可以自愿选择公证，对你发表那个声明承担的责任做一个公证，那可以促进整个消费者对这个企业或者这个产品或提供的那个服务或者产品，增强他的信心，增强他的公信力。